好，看大赛直播，来维西 TV。大家好，我是王祥云。今天呢，很高兴和王林老师一起为您讲解这盘棋。各位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的呢是16强的一盘焦点战。朴廷桓对陈耀烨。这两个人肯定是棋逢对手了，对。两个人历史战绩我记得也差不多吧。他们好像有一个统计，陈耀烨稍稍的要领先一点点。但是在去年2013年，好像是他们交手了7盘，然后朴廷桓赢了4盘。哦，那就是目前来看，朴廷桓好像略占上风。最近的一次是朴廷桓赢了，12月份，去年12月下的。那么在我们这个讲解之前呢，TV 他们也有一个这样子，因为上一期给大家留下了一个问题，然后大家踊跃的回答了，不知道您有没有答对？那么我们在这盘棋开始之前呢，先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马尔，您知道上一次的那个问题吗？好像是说，刘老板是单眼皮儿、双眼皮儿的问题，是吧？对，刘老板到底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这一期呢，我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怎么说都对了，因为他之前是单眼皮，然后呢，因为那个倒睫的问题，就是那个睫毛会扎到眼睛的这个问题，然后他去做了手术，然后就变成了双眼皮。原来是这样，对，总之呢是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跟我们来互动参与。那么这一期呢，我们也是有一个问题的，会在最后结束的时候给大家留一个问题。那么在我们讲解的过程当中呢，是可以和大家有一个互动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提问，王二，您知道今天是什么话题吗？互动的。是一个某个这个选手的最喜欢的女明星的话题，是王二，您把之前之后都讲出来了，不是？我们互不动是，的话题是，陈耀烨跟朴廷桓两位能否成为当今棋界的绝代双骄？我这是有点剧透了，对，您提前剧透了。总之呢，就是希望大家都多多的来跟我们互动，这样子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提给王老师，这样子我看到了以后呢，帮大家这个问出来啊，大家可以多多的来互动，然后有什么疑问啊，我们来给大家解答。那么我们现在就先从棋上开始看吧。好，这个是朴廷桓猜到了黑棋，对。那现在就是我在这边，我现在扮演这个朴廷桓的角色，我就暂时充当一下陈阿燕这个好像陈阳烨最近下的比较多，我具体跟谁我也记不住了，他就下过这种下法，你来个错小目，我来个错小目，似乎要是摆出这吗？个要下模仿棋对的呀，这架个势，对。不过王老师，我听说有一种说法，就是如果说要跟对方下模仿棋的话，好像是有一点气势上已经输了的这个感觉。是的，一般你要是高手，你肯定是用不着给你模仿，大家最好就正正常常下下，一人一招，你的功力就能把对手给击败。一般是弱一点的人呢，他害怕落下风，所以他会下模仿棋。也就是说，如果说模仿的这个概念的话，一般来说，就是选择模仿那一方，他是其实是有点没底的哈。对，如果这个陈耀烨还下这盘棋，他就真下模仿棋，那就说明他认为他比朴廷桓要差一点，但是我们看这这个猜个测啊，陈耀烨是以这个不服输这种比较倔强的性格闻名啊，他是肯定不会了，所以这一手就没有下模仿棋的这个是变招了变招了，分了个头。就在局部，这是一个很恰当的选点。我们都知道，这分头的时候，要给自己左右两边都留尽量宽的生根的余地，你像这个白棋这步棋就马上这边插二，也很宽敞，这边挂角插二也都很宽敞，所以这个选点是非常恰当。那么黑棋它也就没有马上在这里定型，就是它没选择无论这边兵或者是手脚的下法，它也是挂角。这从这几步来看，好像我已经感觉到了两个人有点在较劲儿的那种意思了。针你走锋你相的，对我走我的。我挂角我不理你，你挂角我也，你分头我也不理你，我挂你的角。是。然后这个朴廷桓，这陈陈耀耀烨烨，也挂角，这个肯定是好点，因为这个本来你白棋是分头过来，好像是
显得比较这个要求活稳健的一点。但是这一步一挂之后呢，这两个局部呢就白棋子力就占优了，这等于是这一步挂使这个局部整体的这个子力对比发生了逆转，所以这步棋是很好的一步棋。嗯，那么黑棋接下来的他是走了，黑棋这个他也是反将，所以也就是跟这个一个意思啊，你挂我不理，那你挂我，我挂你的时候也大家都谁也不理谁。对啊，他在上面其实也形成了三打一嘛。嗯，是是是啊，这个陈阳烨下一首还是继续 非常的这个有意思，两个人谁也不理谁。对，两个人针锋相对的意味很浓啊。是，嗯。那接下来黑棋他是走了这个的定型，这个打入，这个好像看起来啊是要主动挑起战斗的这个意思，但是实际上呢，这是一种定型的手法，因为这个局部白棋子力占优，你要想真的想跟人家好好的干一架，那肯定是要吃亏的。它这就还是含有这个定型的一种意思，这是一个局部的定式啊。这白棋也有这样下的，跳这个飞再接这样。这是不是最普通啊？对，这是一个以前的定式，但是现在呢，自从我下出这个定型之后，再打入的时候，很少有人越选择这个跳了，大家都喜欢飞这个。是，因为能把它压低一点，总是想压低一点。啊，对，其实这个意思也很好理解，就是我反正也要吃你这个子了，那能吃大一点的，自然是吃大一点。那这个定型应该是一个必然的。是，这个尖子，这肯定是只此一手，这个要被白棋、黑棋跑出来，那要出大事了，这两边都裂开了，成裂形了。是，然后黑棋马上就把这里定型了。嗯，一般情况王老师我也见过黑棋不走的呀。嗯，要不走的话，这个形状也只有怕白棋这一手。嗯啊，这个像这种飞啊，这种尖，这种这都不怕，就怕人家拖了。这一拖，这个角就归白棋所有了，这实力是比较大的。冲打，他渡，这你要断打的话，这个人家都可以。这一段争子有力就可以把你那个吃了，或者争子不利呢，他就还可以选择这个利，白棋转角，利把这个角吃了。嗯，也就是说白棋你要不定型的话，你得随时防着人家把你这个角取了。嗯，在这个子反正也跑不出去了，这怎么也跑不出去的情况下，干脆就把这个走掉。这也是一个定式。他挤。这个地方下一手黑棋这个粘呢，我觉得也就是近一两年才出现的下法，以前的定式是这样的，都是粘这个，粘一个这样子，然后黑棋贴，白棋跳，以前的定式都是这样的。这个朴廷桓现在肯定是韩国最强的一个人了，从成绩上来看啊，他主动的选择了这个，那他按照逻辑来讲，他肯定是觉得这个实战的这个下法比这个老定式要好。是这样吗？你这个疑问其实我也有点怀疑。虽说这个朴廷桓现在这个很厉害啊，但是我们这种怀疑的精神、质疑的精神还是不能缺少的。这个结果就一定比那个好吗？我也觉得是不见得，因为白棋、黑棋这手其实很大的，即便是现在这个样子，这个拐啊，这个飞啊，这也都是有一手棋价值的。那么这个粘呢，到底有多大的价值呢？就不好量化了。也就是说，如果说黑棋占据了这一手棋之后，那么黑棋这步棋显然是可以省下的。黑棋走了这步棋呢，那这步棋价值还是很大，还是省不下的。对呀，反而是人家这里有了以后，实地上反而是有点亏损的。是的，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这样下呢？我也不太明白。这个有机会还是要当面请教一下朴廷桓。那这个棋，王老师，我记得以前有利的呀。对，这个利，这个被人家一冲，就是在这个局部，这个利的下法就是要把这个子救回来。那你黑棋要这样选择，只有一种情况才可以，就是这个地方黑棋都已经拆成铁了的时候，这无所谓被人家冲下来，你可以去这边。像这个现在还是空的时候，你要这样就太大了，人家这搬完再加过来。这个白棋配合太好了，所以在这个场合黑棋是不能立的。黑棋就是两种选择，就一个是普通的粘，另外就是像朴廷桓这样粘这个，就是两种选择。对，
查实战这个等于是有点像新型一样的哈。对对，这个比较新，以前是没有的。嗯嗯，走完这里之后的黑棋，他是选择从这儿加。啊。嗯，加这个。这也是这全盘白棋，就这个地方还有点薄了。嗯。这个白棋肯定是得跟着走了。哦、这局部一般来讲，白棋有三种下法。嗯。一个是压这个。嗯。第二个是压这个。嗯。第三个就是实战白棋尖这个。无外乎就这三种。嗯。其他两种是不是现在都不太好用啊？这靠是不是有点帮忙？其实我觉得啊，这白棋这几种下法的选择的时候，像这两个压就有一个棋诀、嗯，就是说压强不压弱。嗯，就是你觉得哪边黑棋比较强，你就压哪边，八九不离十都是正确的。嗯，你看现在黑棋下边无疑比较强啊。嗯，所以你现在压这边呢？啊，对啊，至少理论上是符合的。对 对, 对。但是就是现在不光是棋界，整个世界上也是都是蛮不讲理啊，谁力量大谁厉害啊。所以说这理论也不一定靠得住，但是现在白棋选择这边肯定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个子它比较弱。对呀、啊，如果把那边卖了、哎，你把这边黑棋让它补强了，这很痛，嗯、攻击不了这个。嗯，可以说白棋这小节还是一个比较中庸的下法了。中庸啊，嗯。那王二，您觉得朴廷桓跟小强谁的力量比较大？哇，这两个人肯定都是非常大的啊，而且两个人棋风。也都是比较全面型的，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破绽啊。你要说比力量也行，嗯、你说比官子也都不差啊、哦偶尔也能做个大模样，所以两个人真是一个好对手，好好胜负。这从成绩上也能看得出来，嗯、谁也不能全面的压倒谁。嗯，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他们两个人有没有可能成为当代的绝代双骄？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要问我呀？嗯。我觉得要我们先说朴廷桓吧。嗯，朴廷桓在韩国，我觉得是具备这个资格的，而且呢，除了他之外呢，也很难再找出第二个人了。当仁不让。是的，就是他是首先是韩国的其中之骄。嗯、对对对，嗯。但是要陈耀烨呢，现在，即便是我挺他，可能也很多人也不服。就是陈耀烨还需要有更好的更出色的成绩来证明，这也是咱们最近中国围棋成绩比较好的一个原因吧。就像陈耀烨这种顶级水平的人有这么一大批，嗯，百花齐放了，哎，周瑞阳，包括现在的这个柯洁也非常生猛，没错，嗯，那么在韩国呢，其实正好前两天也是这次比赛百灵杯是这个韩国国家队的总教练、刘昌赫啊带队来的、嗯、前两天我们一块儿也吃了个饭，嗯，聊起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也对朴廷桓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这个评价。嗯，他觉得就是朴廷桓这个他呀最大的这个优点就是非常专注，嗯，他平时的爱好除了围棋以外没有对其他了，对，只有围棋，对、这是他最大的爱好。对，但是呢，这个马上刘昌赫又说了一下，他说，按理来说，像这个朴廷桓这样的选手呢，他应该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啊、因为像他这样具有他这么专注的年轻人的这种宝贵的这种素质的，非常那么专注啊，生活之中除了围棋就没有其他的，是就太少了，太罕见了，是，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朴廷桓。的成绩啊，离这个刘昌赫啊，他们韩国棋界对他的这个期望值啊，他有差距。啊、嗯，但是我个人看啊，嗯，我还是比较相信啊这种专注的能力的威力的。我相信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朴廷桓肯定会越来越强。当然，一个前提就是他还是一直都那么专注，别去干别的事情。嗯、对，不过说起来，他那个就是只爱好围棋这个，我也有一点。感受，嗯，就是有一次他们那个围甲嘛，然后我去他们的主场，然后看朴廷桓带的那个电脑，就他个人的那个电脑上面，嗯、除了有一个那个就是一成的那个图标以外、嗯嗯，没有任何的那个桌面上没有任何东西了，嗯，然后我当时就很吃惊，然后他属于是分分秒秒都在看棋的那种，嗯，自己这边的围甲下完了，然后转身拿着电脑就开始看韩国的那个联赛，嗯，然后就。我当时觉得这应该放眼世界也很难有人是这样的。
那你要说放眼世界，那我马上可以再举出一个，咱们中国的这个邱俊啊，他也可以说是跟朴廷桓是啊相似的啊，但是就是他的这个年龄要大一点啊，成绩呢要差一点，但是平时也是生活之中除了围棋别无其他。嗯，厉害。嗯，那陈耀烨呢？您刚刚说了说朴廷桓。陈耀烨，我觉得他也是接近啊，但是呢。他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程度上比朴廷桓可能要稍稍差一点，比方说他之前谈过恋爱了之类的，这个料您也爆了，大家这已经不能算料了吧，这个、哦、好吧，公开的是，所以可能要稍稍差一点，用功的程度、就是您觉得在专注程度上不如朴廷桓吗？是的，至少不如朴廷桓那么突出。基本上所有的人啊、这个见过朴廷桓的人，包括韩国的内部的人，都是对他的评价都是一样的。都是找不到他其他的对，他可能是外星来的。这个，那我如果他真是外星来的，我估计我们谁都不是他对手。那好吧，大家也可以多多的来跟我们参与这个讨论啊。我们的话题就是陈耀烨跟朴廷桓有没有可能成为当代的绝代双骄？发表您的看法，我们也实时的和您互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回到棋盘上，看看棋。黑棋应该是贴这个的。对，这下这边下肢小，所以就是想让白棋去走。对，往上贴。就是说这边其实价值不大，对，这边这是铁头，总共围上来也就十几目棋，白棋啊、这个飞一个，这个对于这步贴呢，白棋接下来白棋有长，有跳，有尖，这都是场的下法，然后也飞，有这四种选择，这个场合我觉得选择哪个都差不多，你反正是总是得出头，各有利弊吧，可以说选择其他的。但是你要从实战的结果来看，这白棋这种选的是最好的，因为这一飞朴廷桓，可能觉得不太好对付，还是他是不太想在这儿爬或者跳了。对，因为这个咱们前面说嘛，这价值小，他要在这儿，你比方这爬呀爬呀爬，爬了半天，这也铁头对铁头，这两个是非常重复的。这边白棋这一加过来，那边全都爆了。你看这样一看，明显是那边白棋势力占优了。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这个现在这个飞啊，这可以说是挺好的局部。那他实战就这招没见过。这是棋手啊，这是非常奇特的一手。啊、哦，棋手是这个理解、是是是，这个确实是不容易想到。一般像这种棋，多见于什么呢？就是白棋，比方这边是白棋的空了，对啊，已经然后哐点一个二路套点空。对，现在这边什么都没有呢，他就来了。这。从这一招上来看啊，也可以说这朴廷桓的这个思路还是非常灵活的。一般来讲，生命之中除了棋还是棋的人，是不是显得会比较僵一点、板一点？但是从这部棋来看，他还是非常灵活，就是棋上还是会有创新的东西的。这一点、有点像这个咱们吴大师啊、吴大师今年也是百岁、百岁寿辰。吴大师的棋之所以令人着迷，就是他这种手段特别多，棋上的创新的东西特别多。你经常看着看着能看到一些耳目一新的感觉。这就是他能把围棋的这个艺术性的这一方面能很好的诠释。不过我觉得像吴老那种，他是引领一个时代的这种人物。那当然，他是绝对的大天才。一个人就能够在围棋沙漠里边就达到。很高的水平，就类似于现在什么非洲出现一个人，结果很厉害、跑过来跟什么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一些年轻人还有的下，这个那是不是岂不是很令人吃惊的事情？没错，当年吴大师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嗯，那这步点很有意思，这步点的意思那就是如果你要挡下来，他就爬过，对，他直接在这个地方取地了。这个区别就是本来呢你要拖的话，那白棋肯定是要搬你的，不会让你舒舒服服的就安定了。现在等于就是你长一个被他挡下来了。所以说你这挡下来不好，挡下来不好，那你就是要挡这个呢，好像人家爬过呢，这个气太紧了，这个好像，对，我这个棋形好像也怪，这以后被一挤，是，所以说
沈阳也选择了一个这个也很灵活，这个左边右边都不走，结果他走了另外一边。这样选择了。他这个黑棋也只有度过了，这没办法了。是。然后他再把这个搬，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你看，如果你要挡完这个之后，你再，这也不是一种还原吗？对。但是这种呢，陈耀烨的理解是，这个棋形呢，搬在这儿比打在这儿要便宜。这也是为什么哎，他这个非常灵活的从外边来的一个原因。你爬哎，这样他就便宜了。是哦，这样子。不过方向上来说，是不是黑棋也有满意的地方？对，这个结果呢，就是典型的是各取所需啊。这个局部来讲，白棋非常满意，这形状效率都很好，也迅速得到了安定。但是呢，黑棋比较自豪的是方向好，你这个虽然厚，但是你撞到我铁头上了。所以两个人让你没发展。哎，两个人都可以满意。都可以满意啊。战线还长。啊，接下来的一手它是这个。对。这步棋我在看这盘棋的时候觉得这是很有特点的一步棋啊。为什么呢？像一般来讲我们布局的时候应该是怎么下呢？老师都是要教要下这个宽的地方。宽的地方。那我们看看现在这棋盘上显然是这边更宽。这个它为什么不下这边呢？这个棋这个我推想啊，它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这个子当初白棋还是欠着账的，我加工你不理。但是呢，我如果要直接就这么补一手呢，我有点不甘心。那是啊，这里面还有味道呢。对，这个棋形白棋一飞是活棋啊，吃不掉。我补一手就不甘心，但是不补呢又担心你出动。所以呢，我就间接的这个声援一下，我等于先把自己加强，哎，这样你假设要再出来的时候呢，我承受的压力就轻一点。这只是我这个自己猜测的下法啊。但他有没有瞄着那块的一些局位的这种感觉呢？是啊，这个本来我还对这个局部也进行了一些计算，但是没有棋。盯一个。你比方说你如果要先盯，那人家就贴住你。你这个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你这样你杀气杀不过人家，人家不给你打劫。气不够。这个正好你是个不入，这气不够啊。你先盯不行。那我冲一下再盯呢？对，你要先冲一下再盯，那人家有这样，虽然棋形不太好看，但是非常实用。人家有这样一圆的手段。这样一圆，你要再跑，你就只能是这样一路再一盯，然后瞄着这边到这边，但是这样跑过去，对人家也没什么威胁压力，就是一点官子便宜了，没走到目，自己没有吃到目。对，所以说这个接下来虽然手段，但是呢，白棋并不怕。反正就是目前你逼在这儿展示，他不担心。是的。那这个朴槿桓的选择确实是挺独特的。我们这个当然含蓄一点是挺独特了，但是如果要直接一点，其实我觉得这步棋是有点疑问的啊，因为你没那么着急。你即便走了这一步之后，这个地方价值还是很大啊。人家欠的账，你还是迟早得去收，你不收，反正人家也不付你利息，你不这不是很亏损的事情吗？所以你欠的账，你就赶紧把它收下来吧。这个走了这个之后呢，这步棋就显得就不是那么着急了。这个也就是说，这步棋总是有一手棋价值，但是这步棋呢，还得随着这个棋局的发展，还得再再观察。是，然后白棋没有在那边硬它了，白棋是走的这个。对，白棋还是把棋走在这个比较宽的地方，一般这个都没毛病。我们不像不知道向哪儿好的时候，就往棋盘上宽的地方下。这个跟黑棋拆二一下交换哦，这两个交换就显得白棋非常得分了。因为黑棋当初这边下完之后，这几个子你怎么着也得是当后势来使才是比较划算啊。对啊，因为就是有你黑棋把白棋给送成后势了，你要自己也呢也能称为后势，这样才是保持一种平衡。现在这步棋似乎有点得说我不是后势，我还是得赶紧做活。对，赶紧安定的状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局部还是白棋比较得分。这个另外这个局部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各位棋友知不知道这个下法。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下法，适用于这个快速把这个子给
做活啊，嗯，先点一下，这个次序很要紧，然后再拖，嗯，你搬我虎，这都是必然的下法。哎、嗯，能够先说把这个定型成这样，这样以后这几个子就非常轻了。如果你想活，没事，随时一立就活。嗯，如果白棋想攻你，打完之后你还有做劫的这个余地。哦、嗯，这样子的话，就是先手可以起到把自己给加强一点的作用。是，而且这个手法从调子上看起来也比较美吧，所以说各位棋友可以尝试着使一使在实战啊，就是对于那边白棋拆二的话，黑棋有这个手段。哎、啊，对，就是适用于你想快速把这个子给安定。嗯嗯，他现在还没机会走。嗯，走完这个之后，白棋也是枪头一转，不在这边下、白棋下步是飞的这个。嗯，这步棋可以说是充分的反映出陈耀烨的风格啊，这各位棋友可能是很多人也都知道，陈耀烨是非常喜欢实地的一个选手。嗯啊，像最早的时候就是越早的时候这一点越明显啊，就越极端，随着他这个成长吧，嗯，现在我觉得比以前要好得多了。所以对呀，他不是说自己是均衡型的吗？啊，我那是很多棋手对自己的评价和对外人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这是的，这像当年这个所有的人都觉得我是力战型了，实际上我也不这么认为 啊。我觉得我这个力量其实是不太行，我应该是自然流，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好像得不到什么人的认可啊。是啊，马尔，这个大家不是还在这儿聊的吗？您的外号是野力干红啊。是是，实际上那都不，我不那么认为啊、哦。所以就像这个陈耀烨他自己封他为自己是均衡流，实际上我们大家都觉得他还均衡，那就没人不均衡了，就他应该还是偏向于实力，但是呢，也不能否认他这些年他的棋风还是在不断的在完善吧。现在呢，这的确是这个偶尔呢也会为个大模样。我记得前不久，我记不住这个是什么比赛和对手了，他就有一盘棋通过大模样获胜了，看的就很令人觉得很新奇。对对，嗯，但是这步棋呢，我觉得还是有点像本质暴露了。这个局面布局进行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白棋其实下的都很流畅，都很自然，各处。但是突然之间，这步棋就有点像来了个急刹车。您说他走到二路吗？一个是二路，另外就是这盘棋现在就是究竟应该怎么样发展，什么是重要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得考虑清楚。嗯，现在这个棋这边有一个可以说是孤子，和黑棋这个子呢，两个之间处在一种竞争关系。这个时候呢，白棋还是应该走得厚实一点，这样呢可以间接的影响那边的势力的出入。这步棋是显然是一种捞地啊，把这个地拿走。嗯，但是这个如果被黑棋下厚了的话，对那边影响很大。所以这步棋我认为啊，这个是这个局势这盘棋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我觉得这个棋它还是应该靠出来。您觉得应该作战？应该作战，并不是说这个局部的这个战斗啊就应该作战，而是从全局的角度来说应该作战。嗯，这个地方白棋一旦把头出来，让黑棋变薄了，对那边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我们一会儿从实战就可以看出来，这边让黑棋走后之后，白棋那边就不好下了，就会苦一点啊。所以这个时候应该靠出来。你比方说接下来可能会像是这样，黑棋搬啊，白棋长。如果按照这个陈耀烨的担心，那肯定是怕这个朴廷桓去捞地。对呀、啊，这个他肯定是很痛啊。如果你捞地，比方说我就搬一条给你啊、嗯，然后我把头走到外边啊，这一立，然后这边呢一照、哦，这边就全都变成白棋的实力了。对，好像感觉这样子会积极主动似的。对，你比方说这边同样是一人一个子，那可能就是白棋带有攻击性的了。而像实战呢这个样子，他把这个地方让黑棋走后之后，那同样一人一个呢，那就变成黑棋攻击白棋了。这边出入非常大。是啊。对。但是这就是他的风格的体现。对对对。他觉得先把地拿了好下呀。也许是这样。是啊，那这现在都喜欢现金呀，谁喜欢这种空头支票。所以这步棋我其实是不太赞赏的这步棋。那朴廷桓肯定不会再跟着硬了，这个、肯定是。对呀、啊，这个他实战是靠。对，这靠是局部是一个最强的手段，这跟飞的区别就是让白棋活得不那么舒服。你比方说，如果是这样，这个以后什么结局都没有，
这边的这个地也还手上，对，缩水，所以这靠是一定要靠的，这是好棋，然后这个靠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靠吗？还说我这儿有个子了，我就可以靠？我觉得是任何情况下，只要是你啊、你这个子别没有啊，但是你这个前提是不成立的，因为你这个子要都没有，人家也更不会飞你了，啊、人家肯定会出头跟你作战、啊、你这边随便有个子，就是你这已经是活棋的情况下，你肯定这边想下得更狠一点，那么这就是最好的一手，就是靠最紧凑、啊。对，因为你看你搬也不行，你搬人家断了，你要长的话，这边一搬。没形状啊！你所以说，你基本上你只有搬这个，这样他才退回来、嗯，就把你压迫到二路，很长，嗯，而且呢，这将来还，咦，他是飞的这个啊，对，将来这个还有后续手段，对啊，那个挺难受的，好像我给说一下。是啊，这个局部陈阳业虽然得到了一点地，但是这地方得到的地马上在这个左边就得。放回去了啊，嗯，就他现在也不敢再去硬抢了。就比如说，假设是这种的话，对，既然你要这样，这个子那就越来越薄了，这个子啊。嗯。但是你要这边刚才是白棋的后势，那你这样没问题，你这是在攻击，嗯，这个出入非常大，这种地方的出入，嗯。所以现在陈阳业没办法了，只能再放弃点实地啊。这个也是挺这个啊。也挺无奈的吧，这个时候也没有办法了、不能再继续再硬抢了。对啊，好像现在这样看来也是他一个均衡了，下放一下。不，其实这从某些方面来说也是好事。你想想，陈阳业现在，这种风格，还显得不是那么完善的这个时候，就已经有如此好的成绩了。那么他一旦把这个自己的风格再完善了。那么他成绩肯定会更好。没错。那王尔，您这样说来的话，我们今天这个互动的话题，绝代双骄，您觉得还是大有希望的？那当然，这个，但是当然，这个朴廷桓也会进步了。不可能人家在那等站着不动等着你呢。是。那么大家也是多多的参与我们的互动讨论。朴廷桓和陈耀烨两个人能否成为当代的绝代双骄？我们期待您的留言。看看棋啊，接下来冲。然后这个地方是要作战了吗？这个其实不是作战，这个应该还是白棋是处在一种这个要防守的这个地位，因为你薄了，这显然都是损地的嘛，等于走到外边，而且你也不可能吃掉黑棋。它是长的啊，它是长的是吧？对，然后黑棋拐、对对对，那就是这也是说明他搬的话可能是怕断这个棋。因为这边还是黑棋比较子力比较有力，它长的它拐，然后它拐、对，它再拐住这个，再拐住这显然都是很损地的啊。对啊，就没有走在地上嘛，是这个，然后人家拖搬断，哎，这手断非常看着是非常的这个漂亮的一手啊，是啊，好像很赏心悦目啊。是这个不断的时候，我正好也去二楼的现场里边看了一下，我就看见这个陈耀烨迟迟不落子，这个朴廷桓很自得的，又喝口水啊，再扶扶眼镜啊，他那儿看着很悠闲的样子，他下出这步棋之后心情很好，的确是这步棋很不好对付，因为你本来啊，你比方说本来你要单走这个，人家一退之后呢，你。这个地方是走不动的，你一般人家反倒一打，对呀、这个他实战的下法其实就白白便宜了。他实战他通过一段，如果你要退这个的话，这直接就被人家吃了，不能考虑。对，而如果你比方说你要吃这种呢，这个、他一兜，这边一兜，你一提一吃，这一整个就裂了。这你还吃不住黑棋，就我崩溃了，对，形状就崩溃了。就是想反击发不出这个力啊！哎，没招，没招。所以说这个陈耀烨想了半天，我看他还是忍。哎呀，那人家这个通过这个巧妙的次序，就等于是把你给搬回去了。而且等于这样的时候，一般本来你应该正常打劫，对，但是你就被搬回去了。这个黑棋便宜还是非常乐观的，就非常这个可观的这个便宜。对啊，这一下子这块棋基本上有点像先手处理好似的了。是啊，而且这个他处理好了，他是不是他马上就反攻了？开始？
他现在那边尖了。哦，他直接、那个、啊，这个之前的遗留问题现在就体现出来了。哎呀，这个太痛了，这个这种地方一被尖，上面白棋这辛辛苦苦取的地，可能就全都得吐回去。这个非常非常痛，因为这个作为白棋来讲，这样就是一种生不如死的状况。如果你要打，被人家打得太厚了，这个样子，外面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将来这继续还有这个搜刮。嗯嗯嗯。所以你这个挡住，那这个王老师不属于那种就是忍忍过去的那种吗？哎呀，这个太难忍了，这得脾气有多好啊！这个才能够忍住这个痛苦。这个我觉得基本上都忍不住。嗯，这怎么着也得冲出来反击啊！这太难受了，实在是。陪棋冲。嗯。他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一个弃和了。这没办法了，这是。嗯。这断，是这样下的吧？是啊。可是这个乍一看的时候，我感觉这白棋不是死了吗？是啊，就是这不是就有一种这个宁死不屈的这种架势，这种感觉吧，就是我这实在不行，他觉得这样我还要挡被打回去，还不如死了算了。哦，的确是这个，他这一般是他的这个价值的体现，因为你这不能挡，这挡被打有一吃，这一下便宜了，也有十几目。这样你这边吃了有二十多目，他这一下找回十几目，然后呢他这个还获得一先手。对、啊、这个是也就勉勉强强算找回点面子吧。哦、啊、就是他觉得与其那个挡住生不如死。对，挡住他不能忍，嗯，挡住不能忍，这个就是也是一种气节吧。嗯，他是不是前两次还留着一点味道那个。对，这个地方多的事儿还有点，这正字有力的时候冲了挡了断、嗯、这个地方还多少有点借用。嗯，没死劲，没死劲。嗯，他把这儿走完了之后，现在是打吃这个吧、嗯？对，白棋先手了，所以他打吃了。嗯，对，想从这儿找回点便宜。嗯，但是这个劫黑棋很轻啊，黑棋是完全是无忧劫。嗯，无忧劫，那白棋黑棋肯定先打一下，嗯，然后再去找劫财。嗯，还是走这个。哎，这个也是棋形的要点，正好把这个黑棋白棋这两面分开。嗯，这个调子。感觉上黑棋是非常的好啊，嗯，就是您现在觉得黑棋挺顺畅的。是，黑棋非常顺畅，本来觉得布局一开始是白棋顺畅，但是就是这步急刹车一踩，嗯，马上就觉得这个风向有点变了。哦，现在的感觉是黑棋顺畅。嗯，这个角马上就刚才还是白棋的，白棋辛辛苦苦抢的，现在又被黑棋吃回来了、嗯、这个从心情上也不太好。是这个得硬，这个白棋肯定得硬。对，这个是他得分段、嗯、分段，嗯，然后取劫，等于这地方现在就形成局部是个打劫。对，这个劫白棋黑棋很轻啊，因为黑棋全死了，你也就是增加点地而已，你没有像吃在外边，像真正大的那个劫是你吃在外边，不是单纯的长点地啊。你把比方说这一块棋突然之间嘣，这来两手啊，这一下子外面都坏了、哦、而不是说这样两手就威力就差多了、哦、现在那边哎，所以说就是一个单纯的实地这样的。那就是说现在这个劫黑棋也不是特别重、嗯、黑棋不重。嗯，走完这下之后黑棋提劫了，给白棋找劫，白棋靠了一个，白棋因为也没什么特别合适的劫找，这都是损劫。嗯，这个劫黑棋也会硬吧。对，他是反击了、嗯、我觉得这点朴廷桓他打着劫他还敢反击，那就是因为那边劫他看清嘛，看得很清，所以说我其实可以不要、嗯、他自然就可以反击。嗯，这个白棋得冲一下是吧。对，他冲了、嗯、然后打吃，把这个吃掉、嗯、就行，然后白棋提劫。对，那黑棋这又是个顺手的劫吧。嗯，哇，这个太心情太好、嗯、对，这个首先这两下白棋也亏挺多的。对呀、啊、就等于是边占便宜边找劫财。哦，对呀、啊、嗯，走完了之后再白棋提劫，那白棋还是有这个问题啊，白棋这个劫财仍然不好找。嗯，是哦，他这个地方走完了之后提劫、嗯、白棋好像是飞的这个吧，飞这个是吗？嗯，这个太含蓄了，太含蓄了。这步棋猛一间是啊，他瞄着冲断，冲断、嗯、正子不利呀、啊。嗯哼，对呀、啊。那这是
怎的意思呢？他是怕打吗？这下打肯定打不着了。对啊，打本身他刚才就能打。是，你要找找劫财，你直接打就行了嘛。嗯，这步棋可以说是一个，至少在气势上是一个认输的这种意思，就是说我承认我打不过你了。嗯，算了，我算了。嗯。那这个黑棋无疑是满意的，这也的确是像这种损劫他不肯找，因为那个劫黑棋比较轻。嗯嗯，他不找损劫也没劫，所以他就走一手，反正有一手棋价值吧，把这几个子给保住。嗯，黑棋提劫，黑棋是不是下劫了呢？黑棋补了一个。黑棋补哪？黑棋跳了一个。哦，那我们来看看啊，他这地方肯定还是有担心的，我们来研究研究。有手段吗？冲断不成立。那么这个手机呢感觉应该是在这里了，这个嗯这一靠我粘，你只能粘上，你加不行，加我先顶你。哦，加我好像也行，我觉得。哦，你加我先顶你再打是吧？嗯，反正争子我有。啊，你争子还是有利，我管你粘上。对，哦对对，这加也行。嗯，那这个靠不行了，你要加成立了，那就说明我这个靠不成立了。那么这还能靠哪儿呢？靠这个，那就只剩下靠这个。哦，好像可以靠这个。靠这个你打，他在爬一下，他在爬。嗯，你不能拐吃，你只能粘上。对，那我就活了，再爬回来。嗯，啊，他这个地方残留了一个靠这个。嗯，你如果你要不能打，你只能冲。嗯，那我还是可以吧。把这个隔起来了。嗯，这个收益还可以。那是这个意思。但是即便这个收益可以，那也可见朴廷桓之所以乐意继续硬，还是觉得那脚轻。对，他主要可能觉得要不然劫还是可以打过，对，你这边反正也伤不了我这个根本。 嗯， 嗯，正常还是不硬了。对，硬一个，那朴廷桓下一个，这个我们应该是已经跟上实战了。嗯，还有一些，还有一些，但是我们已经，嗯，差不多。对，没有追的还挺快的，没有这个，这以下的都是我们也没有看啊。对，我们都随机发挥了嘛。嗯，是的意思是。是是是，嗯，提劫。嗯，他现在是提劫。对，那这个黑棋的劫财在哪里呢？黑棋在那边找劫啦。要想不损的劫财是，他是顶的。对啊，那他就把这个当初我们等等等一个三连击啊，逃跑手段给卖掉了。啊啊，顶那白棋肯定也要硬，因为那个劫我们大家得注意还是价值不大，这一搬过这十几目再加后薄，嗯，太难了。嗯，然后他硬硬了。对，然后他提劫，然后白棋的是找劫是这里。哦，他还靠啊，这个太不给朴廷桓面子了。、啊，这个我都补了一手了你还来，那总得搞点东西啊。哦，但是有些时候就是像这种棋才不好对付。对啊，这个如果你要挡我这一度过，你这手棋可能就废掉了，因为你就没补上。或者我是不是先冲一下之类的。你冲肯定冲不着了。哦，那他这步棋确实是够狠的了。嗯，这步棋很有意思啊。他也问问你啊。嗯，看你走哪个。你刚刚觉得补住了，我就马上就来告诉你，你这个是假棋，你没补住。嗯，如果是这样，那当初这个朴廷桓这不硬，我觉得真是可以好好的商量商量了。那这个是不是要硬啊？要硬完还被人家占便宜，这个有点难受。嗯，那我不然不跳还能怎么样？不跳你就把那个劫消了嘛。那个劫虽然不大，哦，但是也总是总有手棋。对，总是有个三十几目棋两手。嗯啊，你这边他要穿了你，你就打上边嘛。我觉得还是这样算了。嗯，这样你这个还可以少损一下。对啊，这步棋对怎么说也是损的呀。这步棋是嗯，这个靠估计朴廷桓肯定是没有看到的。您也不能这样说吧，说不定人家是欲擒故纵呢。啊，是吗？那我们看看他怎么个欲擒故纵法。嗯，看看后面哈。嗯，他现在是冲了一个。哦，那是白棋轻了。嗯，他冲这个就是你要挡的话那边就给你打。对，那白棋不会挡的。嗯，白棋肯定是变轻了。他粘上。啊，他粘上。嗯，粘上那就是他这边要使这个手段了。哦，是吗？靠下来是吧？还是往哪靠？要不然他这个粘上是什么意思？我就有点看不懂。那您这边怎么走啊？局部这里？局部就不走了吧，就当做就全都稀里马虎就完了。哦，这样啊？提这个吗？这
那他走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他的逻辑是，如果粘上，这一定是这边有靠才对，要没靠，他这不粘就不对了。对，那肯定是有，他后来也确实是。嗯，对对对。就奔着这个靠去了。对，他只有这地方有手段。嗯嗯。要不然他这个不就赔了吗？嗯。啊、嗯。他现在黑棋是继续冲。好，继续冲。有。估计你要挡，他是不是就给你断了？啊，这个挡都不敢打了，这个。那这个我们太为这个陈小艺担心了。他现在是转身去下了王尔宁说那个靠，这地方站现在靠这个也挺精彩的。哇、哦，这个我的这个心跳有点加速了，这个好危险呐、啊！这个他不担心被人家什么甭给啊照进去啊？全部照进去吗？我们可以嗯摆我们摆着也、哦、那个什么，但他局部有个回去。哦，对你这个局部有个啊，你这样你走这个，你这局部这一挤也很厉害，挤、哦、已经要那个了，嗯，没错，这气太紧了，这地方，对对对。哦，那小强还是有这个计算的，啊，陈阳烨平时这个做死活低就非常厉害，做得很快，嗯，嗯所以他这个地方应该是有后招的，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看着还是很吓人的这步棋，这个冲的时候就不走了，然后往这地方靠下来了。嗯，那这个很精彩啊！这个朴廷桓他是搬出来，对、嗯，因为顶不成立，对，顶不成立就只有搬了、嗯，搬一下然后再退回去，搬了退回来，嗯，那陈阳也等于是获得了借用，是这个意思吧？对，大家可以挖吃这样的卷出来了、嗯，跑出来，嗯，哦，那这个还可以，这个。这一下，这时候再看这个，那就更痛了。这个啊，朴廷桓肯定非常后悔，我这何必呢？真是打这个劫打的，真是。嗯嗯。啊、哦，但是接下来还是有一个怎么收场的问题呢？这个棋，白棋。啊，主，您觉得下一手棋不好办、啊拐住？这个地方堵不住，总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嗯。是把这个拐住了吧？没有。有。他的想法也确实挺超脱的，那就是把这地方对弄出来，对，把这个冲了。哇，这个身体不是一般的好啊，这个棋，嗯，但是现在如果说黑棋吃不掉白棋这几个，因为白棋这个靠了一下，其实损的很有限，因为黑棋这走了一下，嗯，如果白棋吃不掉黑棋吃不掉白棋这几个，那白棋地方不等于是白白便宜的吗？嗯嗯嗯，是有这个意思吧？是。那如果是这样，那这不当初这不冲的可就是得商量商量，这等于冲在了一个大俗手、嗯，你还不如直接把这个吃掉呢。这个反正人家靠也是要靠的，你也防不住人家。但是现在能那个吗？您在争，我是不是有争死的关系啊？争死那应该是，我就不跟你正面作战了呗，嗯、我就比方说你一靠我就算了，就成这样了，就这样就跑了得了，这样我好歹可以把这个吃掉。把那边吃掉也还是算是有点得了，实战等于是那就等于是你把这边吃掉了，把这几个子吃掉，但是你那边被白棋跑回去了。嗯，他也没跑回去嘛，冲这个我也可以挡下来嘛。那他把这个子割下来了，对，很大很大很大、嗯嗯。哦，那这个变化，这有个冲。我觉得这个陈小艺得分了，这个棋。他是冲这个。啊、嗯，这个得分了，嗯、那。没办法了，那我这只能把这个冲了。是、嗯。然后呢？然后他拐，再把这个挡上。再把这个挡下来，那下的还是很妙的。这个地方什么一弄？对，就封上了。就封上了。嗯。这甚至还有先手，这什么？嗯。然后这边好像就有一冲，就给那个，应该说就给他。这你还得走吧？你不走，这被一冲也是一个漏斗鱼。也是要漏是吧？嗯，这也是要漏。但是你这边是不是也有问题呢？对啊，人家是不是争子有利？马上就可以粘。争子有利。是。这个争子是有利的。对。人家可能马上就粘，这个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那就是说现在那就补这个吧。啊、嗯。因为补这个可以通过限攻击你这个，间接的限制你那边的招。嗯，他实在是虎了。虎。对。嗯。就是把这个补上，然后再看看。嗯，黑白棋。那白棋，我们看他如果现在冲这个，你是怎么下的？我只有粘这个吧。你粘这个，就被我冲过来，这岂不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接下来我
得肯定得拐一下，这肯定得拐，是不是？嗯、你拐吧。嗯，我拐。哇，天哪，这我这价值无敌了。钻啊！你钻我就帮助呀、啊，我打了这个把这个粘上。你反正我就是你也吃不掉我，我就不管了、嗯。那这种价值岂不是太大了？这哪能想象当初什么？白棋那么黑棋那么好的形状，他一步一靠就把你全给断下来了，这战果可是辉煌啊！哦，如果是这样，对啊，就是黑棋还补了一个的情况下，对呀、啊，如果是这样，但是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太变化图太理想了？是那怎么办呢？黑棋冲的时候，你要不粘这边，那边一冲，粘这边，这边一冲也有点漏啊。对啊，这个是什么情况？这个反正我估计王老师，嗯，白棋觉得这个跟这个劫两个他选择了一下啊，不会吧？这个你要不走被黑棋挡过去，那这边全都不对了。这个应该不会，这个棋他就还是关键就在于这，他可能冲，可能是有什么其他的变化冲不动。嗯，这个咱不懂了。这个在我的眼里面，这不明明是冲得动吗？你只有走这个呀。嗯，然后你这样，我只有拐呀。你只有拐，对啊，拐啊！你最严厉的就是这一段，但是我这打了粘上，岂不是非常？你接下来你不拐还被我压，你这个我这一下太舒服了，这一下先把你拐回去，嗯、然后我这边再跑出来，这长还是虎呢？强硬一点就长，那强硬一点就虎了，给你打劫，猥琐一点就走这个，那只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陈阳业判断这个变化咕咕咕被人家一消劫输了，就是这个局部这白棋肯定是可以满意的，但是全局可能这么下完他觉得简明，被人家一消劫他就输了。那我们可以看看事实是不是这样，所以他就要这个要采用一点非常下法。对，他是变招了吗？我们来看看这样他是不是输了，我们可以判断这个五六七八九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七目，嗯，二八二九三十三十一三三三十四，嗯，三五三九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十五四六四十七，嗯，五十七六十目棋，嗯，黑棋六十目棋，嗯，白棋呢？天哪，白棋好像确实看不到目数。对呀、啊，虽然说把这个分割了、嗯，可是本来就很厚啊。十五二十就三四十目四十目的样子，嗯，那看来是。形势所迫、就是还是得努力的把这个地方给它拿下呀。这个局部虽然手段非常华丽、嗯、啊，非常精彩非常漂亮、嗯、但是全局不行，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朴廷桓啊就确实是一个朴廷桓挺高的、啊、对呀、啊嗯、好像让你都很得意、嗯、但是这个你这个棋不行啊，形势不行。对哦，那我们读懂了，就是为什么这么局部这么愉快的一手棋，但是陈阳业却不敢下，放弃了。那也说明啊，这个棋确实可能不太乐观。这个棋就是王，您看这一串看着挺眼花缭乱的、嗯，但是黑白棋实质上，嗯，没有伤到黑棋根本。嗯，能这样理解吗？可以，完全可以理解，因为白棋像这个，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嗯，把你这个拳头给断开，嗯、自己还不死，还把你收气回去。嗯，如果这样都不行。那真是不知道咋行了。那这个，那看来啊，这种棋形啊还是比较可怕的。白棋什么一粘完这一靠，这样好像是很华丽，实际上呢也可以解释为招法很凌乱，也可以这么解释。嗯。但是我觉得更合理的解释呢，还是因为前面形势不太好，要不然这个局部下成这样，怎么着还是可以满意的。嗯。嗯。那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这个陈阳业放着这么好的一个变化图他不敢下，他只好去提这个大家当初谁都不太看得上的这么一个劫。嗯，那这个、如果能吃了的话，实地增长也很可观。哦，我觉得不行，因为你要吃那个这边全被人家吃了，我们比一比嘛。你比方说你要走这个、嗯、你随便假设啊，这个、这咱们就随便一黑砍了、啊、嗯，你看看我这比你那明显大多了，那是我这个不能，然后我这个给你这个也不小，这也比你这大，那你就已经凉快了。嗯，您这样一对比，我确实白棋也就是、嗯、这个我想这黑棋下一步应该挡这个吧，他是挡了啊、哦、是挡、嗯、挡了，白棋呢是交换了一下冲你一个、哦、再冲先麻你一下，这没什么麻的，这我肯定占，你这个冲我可以拐。嗯，
嗯，我要后就直接竖死，我要不行就拐，反正是没问题，可以、嗯、可以吃掉你这个。嗯，那现在就他还没下，他冲完之后，嗯，正常应该消极。正常的话，您、因为已经没事可干了，这个、应该消极。那黑棋肯定把你吃了。嗯，其实这几个子，我是不是要吃你呢？我是不是有可能，我把你这个吃了？啊，您放长线、啊。对，放长线钓个大鱼，因为你这个要跑起来，也会被我通过攻击得到很多实地的。我要一吃你呢，你比方这一拐，可能也先手十几目。哦，就是说反而被你什么各处压缩一下，是是，而且你特别是如果说黑棋是优势的角度的时候，嗯，啊，你就这样，我们可以数数目嘛。五十、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四十目。嗯，这块白棋呢，五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一二、三十二，也就四十目。嗯，那不行啊，那白棋不能消极。主要是放眼这边之后，这下边的实地黑棋明显优哈。对，主要是这两块，这个黑棋这个角不比你这个小，人家这个肯定比你这大，嗯、你这就五目棋，人家黑棋有十几目棋，十五目棋，嗯，那他只能先拐回来或者冲回来选一个吧。他实在是还在长考啊。那是啊，如果这要是我也会感到非常头疼，因为你正常的下法不行，但是呢，你也找不到什么特别好的办法，那么我们来帮他想想吧。嗯，先要不就这样。现在就冲这个。嗯。先这个看看你敢这样吗？我这有点乱来啊。这个我听应该是吃不掉你吧。啊、嗯、如果你要你听我们也看看吧。嗯嗯，再冲下去吗？这个我是不是机会来了？这一段对、啊、这个好像这个黑棋不太行，这个这边死了，这边对你这边这三个棋太短了。嗯，啊，那你行，你确保你不敢这样吃我。那你如果要这样吃我是不是便宜了呢？然后那似乎是啊。再这样一打，哎，我这样一打，但是你对你我想先打底下，你是不是我有点痛啊？对，当你推这个在上面，被左右卡油。嗯，那我不能这样打，我只能这样先拐掉哈。这样也难说有多大便宜啊！这样你还是得消极了。嗯、那这人家尝试先手，这样一吃。我们前面黑棋白棋差不多还是四十目，那再输入黑棋的吧，五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七二八九，这已经都五十多目了。嗯，那确实啊。嗯、哎，而且王老师，这下打吃没交换到啊。哎，对了，是这早先能这还差两目。对，能先打他把他弄回去一下哈。那这个太难了，这个、现在这个局面。嗯。这个。小强还能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可是你说白棋哪招其实特别坏的手段导致成了这样呢？有些时候会出现的，就是当如果是你的这个战略方向进行错了的时候，可能会就是你局部虽然下的都挺好，但是最后的结果会非常糟。嗯，这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平时下棋还是得注意方向的啊。这也就像你走路一样，嗯，你要去的目的地在东边。但是你往西边去了，你坐火箭也不行。嗯，哎，那现在王二，您觉得这个现在的这状况就是这样吗？对呀，这个从这部飞开始，我就觉得这个棋就方这个棋的这个就是方向就有点不对了。嗯。然后朴廷桓使出了一个二路段的这个非常精彩的手棋。对、这个，其实这个段等于是在这儿便宜了手棋啊。一手棋可能有点对陈爷爷太残忍了，但是半手棋差不多有啊、哦，是是是，嗯，这个我们是不是看看这个地方它有没有前面或哪个地方有点什么办法没有？嗯，我们再往前找一找。这个嗯、我们这虽然很也替这个小强在前面看一看吧，因为现在他这个局面太困难了，这个局面呢，嗯。您说在这个这个时候前吗？这个地方应该是黑棋的劫。哦，他这一靠难道是貌似妙手，实际上呢却是假棋？难道这不被我们所这个惊叹的一部妙手实际上亏了？
所以就说嘛，你这个也许是欲擒故纵嘛。哎呀，还是你有先见之明，你说的太对了，真是，我当时还觉得这个不太理解，现在看来真是啊，这是一个陷阱啊。嗯，的确是，就白棋子就是从这步靠开始，是这个自己开始自己打起架来了。因为现在想想吧，嗯，这边虽然说损失不大，嗯，但是也还是损了。你在这边没有找回来的情况下，那你本来这几个子的这个眼型还是可以的，比方说这一顶，这地方有先手一个眼，这几个子至少没有危险。你现在呢，通过刚才这一系列的这个交换之后，使你中间这块变得危险了。嗯，变这两个边的所得呢抵消掉了，那你等于是白白付出了一个中间危险的代价。哦，那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了，这不靠亏了啊，这虽然是局部的妙手，但是从全局来讲确实亏了。嗯，但是刚才您听到这儿的时候，您不也讲了吗？这个时候白棋要头绪也不太好找了。不好找，是不好找，因为这个你没有特别合适的不损的劫，这种劫下不出手，是这种劫太损，嗯，这个老俗手也不干，这还老想瞄着靠，这确实是这，所以说这可能是问题暂时在前面。嗯，这时候下的有点拧了，是吗？嗯，对，这靠，嗯，黑棋冲，嗯，防守好手，这个一般来讲这种棋总是得挡，对，想都不想哈，嗯，但是搞得你不敢挡，这个确实是难受。那一冲你还是不敢挡，一挡被人一断，就是要说是被全灭。嗯，然后这个局部确实是好手，这白棋这不靠，要不然这个已经就坚持不到，坚持不了两步了。嗯，这个局部的确是好手。嗯，这个通过这个滚包使这个挡住能够成立了，确实是好手。嗯，他是先冲这个嘛？啊，对，他是先冲这个，嗯，先冲这个，黑棋还是判断的比较清楚的，就是这边是可以看清的，嗯，那人家这个朴廷文下的好啊，没毛病啊，没毛病，真没毛病，嗯，这个棋有点恐怖了，这是，那没办法，你看，没办法，确实，我们想给他往前找出点，嗯。也没什么明显的问题手，是这提劫，嗯，对，挡冲针，嗯，也给你，对，然后他是选择了活，他是把这个先逃，啊，活这个，对，啊，那活这个你就帮黑棋选择了，对，就跟您说的一样，啊，他也是觉得这个大，哦，那这个都这儿都不下了，这就说明已经，这个已经。那不见得啊，嗯，是您走这个味道说不定坏，啊，对，味道坏，但是我现实的得呀啊，现在他已经不，我就是要求味道了，味道好了就行，嗯，有点赢棋不闹事的感觉了，还没有那么乐观吧，我感觉是从这步棋上看他是有点赢棋不闹事，因为这两个如果没都没棋的话，嗯，这个目数差不少，你这个非啊是是那样的话只有小尖，这也只能消极了吧，对，他实在是粘上了，那这棋轮黑，我们可以给大家判断判断形势了，其实跟刚才判断也没什么区别啊，嗯，这五十五十六十一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十三十四四十目整这块，嗯，这块十二目五十二目，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嗯，全盘六十有七，嗯，这个白棋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三十四十一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十二三十二三四三三三九满打满算是四十目，四十目，嗯，五十五一二五三五十四五五六五七五十八再多算一目五十九，那就是黑棋除了该下他下之外已经够贴目了，黑棋贴目在手，嗯，然后还该黑下，然后这有一块宝棋，这还有一个一个眼都没有的这个宝棋，这个棋那怎么办呢？那今天压了，如果说看好小强的朋友们，啊，就那准备麻袋吧，对，准备上天台。这个题，我觉得对于这个两位顶尖高手来讲，这太难赢了，因为你实地先护手后保，嗯，这个三要素啊，这个围棋影响胜负的三要素，全都在，全都在黑棋那边，是，嗯，向着黑吧。人，家黑棋要收控，控也够了。要攻击你还一块这么薄的棋，然后最主要最还不该你下，没有实力，该人家下，嗯，哦，这个棋王老师有点无奈是吗？无奈无奈，但是我们还是要说这个
朴天桓确实下的是非常好的这个棋，嗯，啊，在这个陈小叶没有说明显的扼手，就获得了这么大的优势，这确实是水平很高。嗯，但看来他状态很好。状态那当然，他能够这样，那么陈小叶那也不白给啊，能把陈小叶杀成这样，这也是陈小叶非常少有的这种局面啊。没错。哎呀，不过总是希望后面还可以再怎么样看看后半盘，嗯、是吧？这个反正是这个棋非常困难，但是呢，你只要不认输，那就啥事儿都能发生，是不是？马老师，您这样说、啊、有点太那什么了吧？那当然，还不至于吧？那个咱们这个女孩子，那个韩国朴智恩同志，那个是金哎是啊、哦、对对对，跟金彩英啊、哦，他最后自撞一气，是啊，都已经收单关了、嗯、啊，还能。再把这个棋赢回来啊、嗯！是自撞一气，就叫吃，人家没看见，结果不是叫吃，是他自沾、哦。对，他不是叫吃、那个，人家没想打他，他自己就送上来了。对他认为那个地方、那个节是可以沾的，然后一沾一就啊对被踢了，是就等于是一个送吃。嗯，啊、嗯对，只有一气的情况下，你去把自己气紧了，然后问人家你提不提？嗯。哎呀，那也挺有意思的。我们看看大家的一些问题吧。我们现在已经是跟上了他们的进程了。是是。嗯，看看大家讨论的话题。我们今天是什么话题来着，王老师？哎呀，我这个只顾看这个棋来着。我们今天讨论的是绝代双骄的事儿、啊。绝代双骄的事情。嗯。两位啊，今天对局的两位有没有可能成为当代的绝代双骄？嗯，大家可以就这个问题来讨论一下。嗯，好像大家的关注点不在这儿啊，大家比较关注梦梦。哦，比较哦，已经都看那盘棋去了是吗？嗯，对。我这个上来的时候看了一眼，觉得好像也不是特别乐观啊。啊，您觉得梦梦也不是？因为的用户呢，肯定是一边倒的支持梦梦啊。那是，而且还有替我们刘老板不愁的这个感觉啊。但是金智熙在韩国，我想大概也是。可能也是仅次于朴天桓的这个强手了、嗯、是是啊，我们这个只能给这个梦梦加油了，当他那个棋的形势也不是说很乐观。哦，有棋友问啊，王老师，他说中国年轻棋手哪些是功夫型、嗯、哪些是天赋型的？要说才能好的是吗？年轻棋手像我现在跟他们年轻棋手都已经有点脱节了。你还觉得、啊、因为我已经是一个老爷爷级的这个棋手了，在我们那一代里边，嗯，肯定是鼓励的才能特别好。嗯，您说您鼓励是一代的，离得稍微那个哦近一点的啊、哦、你像我跟鼓励都已经有代沟了，你像什么柯洁之类的那就更甭谈了啊，对他们可以说并不是说特别了解，但是我觉得啊，就还多多少少有一点了解的，我觉得这个李清晨的才能是非常不错啊、哦。李清晨，嗯，就是输给小鱼的那个。哎呀，哪壶不开提哪壶了、啊。其实偶尔一次这个输棋并不能也说明什么问题，而且那个棋李清晨其实也是从头又闹尾的，最后打了一个大勺子输掉了。嗯，我倒是希望小鱼能够有这个和李清晨能够一争高下的实力啊，但是。客观而论还是李清晨更厉害一些，我觉得李清晨更最牛的一点是，我们现在大多数的这个少年的孩子们都是在没黑没夜的在下棋、哦、对对全但是李清晨他是半天下棋半天上课的，对兼顾是在这个正规学校里边进行读书的，嗯，而且据说他的这个正在正规学校里的这成绩还不错，那就等于是啊、我不恰当的比喻就相当于是啊、你我一边下下象棋，我一边下围棋，嗯，我围棋也厉害，嗯，我象棋也厉害，嗯，那你说你这个只下围棋的人情何以堪？嗯，所以基于这个理由，我觉得这个在年轻棋手里边，这个李欣成的才能是非常好的。嗯，那功夫型的呢？还有那个棋友刚才还问了谁是功夫型的呢？就是应该这个应该怎么理解？就是下功夫下的比较。我的理解可能就是棋比较。平稳的那种哦哦，棋风来说的是吧、啊？好，嗯。那我感觉现在这些年轻人个个都是野蛮人啊、哦，这个都恨不得一上来就吃你一块，嗯、那种挺讲理的啊，比较就是讲道理的，就那种选手现在比较少。嗯、这当然这也是因为受李世石
影响吧。哦，林世哲的这个暴力围棋，是一改以前李昌镐的那种功夫型的棋，所以说现在崇拜他的人多起来之后，大家都走他那条路啊。就当然像以前这个李昌镐当家的时候，那也是大家都细腻型的，这细腻型的也很多。嗯，比如说像以前的朴文瑶啊，也是可以说一个代表吧。是，功夫型的。那还有棋友说范廷钰呢，也是这种风格吧？范廷钰他的棋比较厚，但是我觉得他的棋比较有劲儿啊。当然也可能是我被他的这个下棋的这个动作和气势给迷惑了。每次我都看到他下棋，他都恨不得要吃了你的这个架势啊，就是落子都是这种，气势汹汹啊，下棋也是下一步就瞪你一眼的那种感觉。啊，您说的这个人是小范吗？是小范，他这个跟以前不太一样。哦哦。所以对于小范，我也是觉得他好像自从拿了应试杯之后，成绩不如那时候那么好了。但是在我看来，这也不是问题，因为第一呢，他也没有放松自己，每天还是在坚持这个刻苦的训练。第二呢，他的棋风和那个时候在有一些转变，那个时候他可以说是，功夫型的，甚至是代表啊，就特别厚实，对，没有破绽，甚至也没什么战斗，这棋就完了，啊，但是现在他这个棋也经常很野蛮，你看这次百灵杯，他跟柯洁那盘棋，这个按照以往呢，他那个棋他不会那么走极端的，一开始就弄来弄去就死了一块，这个我理解是可以理解为他是进行一种棋风的这个完善的尝试，就有点像您说的陈阳业的这种状况一样哈，对，我不再是以前的这种只会下一种棋了啊。所以说现在小范他也不能说是这个纯功夫型的。明白。是。好，那么这个棋友的问题呢就到这里。然后刚才小编呢是提醒了一下我们说网站因为升级的原因呢，我们暂时休息两分钟，两分钟之后再回来。一会儿见。